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eff。今天呢是一个 iPhone 12 Pro Max 的一个首发日，然后呢，身为一个 YouTuber 一个 Vlogger 呢，常出门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直接用手机来录一些画面。iPhone 11的一些部分呢，真的是没有到这样好啦。这一次首发日呢，我就托了我的朋友，虽然我也没有预定啦，不过他也帮我留了一些货。现在想要 surprise 一下 Indira， 我有机会在这边光明正大讲话。顺便 Indira 现在正在跟我的同事呢，在拍摄 Hello Sugar 的减肥挑战的一个影片。然后 Hello Sugar 呢是什么产品呢？就是我们 Lafree 自己的一个减肥的产品，目前在四个国家跟区域，香港、澳门、台湾、马来西亚都找得到。我们也靠着这个产品呢，瘦了差不多有8到10公斤。所以这一次呢， Indira 再次挑战呢，要更加的瘦，然后包括其他同事一起的。如果你们要买这个产品呢，你们可以到这个链接去买啦，趁他在拍摄的时候呢，去执行我这个惊喜给他。然后至于怎么送呢，真的不知道，先拿到机再看着办。OK， 好，我现在来到了这个电话店。我们都是最狂的 YouTuber 嘛，讲最狂就是最狂的，一次过我是订了非常非常多台的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对呢，我就要来找这个老板。Yes, bro。哎，哇，挺狂，你知道我是。不同颜色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台。这个老板买手机可以找他 ，Steady。重点是什么？他是我中学第一个打架的朋友啊。紧张没？紧张。第一个打我的。什么？这个是你打我黑历史爆出来。现在这个器材呢，我先拿回去，我再把它包一下。来，送你最重要的插头。够好笑，玩电话插头里面。OK。差多少秒？我来算一下钱。这个降头钱不能带 cash 啊，慢一点，了解？可以，再等一下，走了。离开你了。其实现在呢是隔一天的早上，因为昨天我们一回来的时候呢就在做 Lafree 的这个直播，所以呢我就偷偷把要给 Indira surprise 呢放在我的模型房里面，所以呢他是没有看到的。等一下呢，我已经想到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呢，要 surprise 他。叮叮叮叮！现在我趁他睡觉的时候跑开，看到我为什么戴口罩？不要怀疑，因为我下巴长了非常大的一颗痘，我怕你们晚上看到我的这个样子的时候睡不着觉。所以现在呢，我就要把这些电话偷偷放在他隔壁，一次过收到器材。但是呢，如果要赢到，是没有这么容易的。然后呢，叫他起来，看他会有怎样的反应。B 起床哦 ，B， 起床去早餐哦。B， 怎么来了？你戴眼镜看我？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怎么来了？哇 ！Surprise！ 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最新的 iPhone 12，各种款式啊。这你还买真多、哦？给吗？给吗？我只要一架。我是重启狂魔，你懂什么？不有没？今天是刚刚发射的第一天，我就找到这么多台了。哎呀，我假的。你算一下几台？你算。7台哦。没错，总共7台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什么？在礼拜一到礼拜一可以换7台不同颜色的手机，不同大小、不同颜色，送给你啊，呗。哇，我只需要一架，我不需要到7架。这样子好不好？去换一下衣服，跟你玩一个游戏。好啦，亲爱的，换衣服出来了。现在，亲爱的，你现在可以把这器材拿下去楼下，我们放到一个比较清楚的地方给大家看。其实呢，这次我一次过买器材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呢，我希望呢可以一次过开箱真机给在看影片的你看真实的 iPhone 呢是长什么样，所以你可以自己心里有数，那你就可以决定要买哪一台。所以，比我们现在去厨房，不是我的啦。哇妈的，你狂哎、欸、！Oh my god！ 拿好来哟、哦，你觉得有重量吗？第一次看你下楼这么紧张，人家下来。哎呦！袋子，不要紧张哈。My God， 太夸张了，各位。你觉得有什么差别吗？有哎，这是 Pro Max。这是 Pro Max 的大小。对。这是 Pro 12的 Normal 的，所以你看的 size 是一样的嘞。然后这两个呢是比较大的。你先开箱一个，有没有开过？这个讲真的，你这个我开过，偷看一下，因为我很兴奋，因为这个是今年最受注目的颜色。来看，大家看一下，3，哇 ，Oh my god， 真的 nice， 真的耶，有一个东西不一样啊，它这个镜头变到超大个哎，是嘞，我都没有发现到哎，我这个是11 Max，
大一个0.5公分的感觉，而且它机身也更也比较大呢，好像大一点点啊。OK， 我看一下边边角角，哇。哇！这台什么色？这是我要的色呀！哇，这是金色。给大家看一下边。哇，这个超好看！这个屏幕确实很好看，这就是气质。好看个屁呀！你哇，超好看，然后给观众看屏幕。哇哇，这些漂亮，这侧面是蛮漂亮的，是真的美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。Hello， 来。哦，这是白色，这是 iPhone 12 Pro 的白色。看它白色旁边是什么颜色？银色。哦，旁边是银色。我觉得它这一次的这个白其实做得很美耶。所以我以为其实这个金会有一点点像白，哎，没有了，原来白是真的白，白是这样，各位。而且它的这是香槟金。整个手机就是很有气质哎，其实。哇，这是什么颜色？而且我现在发现到一样东西，它的盒子也会跟你讲哪一个是电话的上方，它的这些在旁边啊，所以你打。它就是正面了的，你看。哦，哇 ，Space Gray， 这是我们电脑的颜色。对，是星期是这样的。星期单是长这样，放长这样。是，好看哎。哦，这个是这样哎，大家看，哇哦。它这一次有包到我。真的，它的 Surface 这一次都非常漂亮，因为它每一个的表面这边都是用 Matte 来做的。我也开一个。这是什么颜色？哎，这个是黑色吗？还是 Space Gray？哎，一样的，有差别的，一样哦，买了两个一样颜色的，来下一个，这个 iPhone 12，噔噔噔噔，看起来像蓝色没？这个红色啊，哦，它的红色像卡顿，各位 iPhone 12就是卡顿的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吗？他把最有气质的都放在这里了，这是 iPhone 12的 normal 版本的黑色，好，我现在一次过摆喽，哇。这个两个重复到了，所以这个是不同颜色的。这两个它故意用亮面，对，剩下最 pro 的 version 它全部故意用 matte， 所以有一个让它电话看起来更高级的感觉。所以你试过都是你的 ，Oh my god， 你像卖手机嘞。不过比我想跟你讲一件事情而已，手机没有那么简单。我跟你来玩一个游戏，这器材虽然是我买下来，可是呢，这器材呢，不会全部都是你的。东西呢是要付出的，各位对不对？你们讲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这器材呢，我们要石头剪刀布，赢的人就可以有一台喽。准备好了没有？石头剪刀布啊！石头，我不跟你讲，石头剪刀布。其实我跟你讲 ，V， 你没有注意到这台蓝色这么我看过先，然后它不像其他人是这样子的，其他是这样，可是这个是已经我粘好 screen protector 了，因为这台是我自己的。我就知道我一定会赢你 ，Sorry baby， 各位蓝色的我的哦，好好好，来，石头剪刀布，哇，喂，你要让你老婆一次呀、啊？叫我十遍啊，再让你了。哎呦，你爱我？叫我让我爱你吗？你 OK？ 你爱我，叫你让我的一次。没有没有 OK， 一次就很过分了，再来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这里是我的元首，你拿这个啦！Oh my god！ 你拿这个啦，这个可以吗 ？OK 了 ，OK 了，让你了，反正有两台了，这个我收走了，各位，两台哦，大小。下一台先选哪一台？白色。白色啊，下一台白色，来。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哦，出石头，石头剪刀布。啊，我跟你讲，是石头，没骗你吗？石头剪刀布。各位，我三台了，这台也是我的哦。你还没有机会，你没有机会啊，三台啊，最后三个 Pro Normal Normal Pr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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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台不能收，可怜。石头剪刀布。嘎顿鸡，嘎顿鸡，反而嘎顿鸡旁边最美了。我叫嘎顿鸡吧，它像嘎顿的 candy 啊。它这个也是红色的。嗯，对。石头剪刀布，黑还是红啊？哦，我的烂了，黑了。剩最后一台啊，最后一台红色啊，我其实喜欢红色，你就要拿了这个黑色。你别动我手机。石头剪刀布，布。我跟你讲，你给我换一个啦，你要红色吗？你要换什么？我要白色。你要白色？嗯，那给你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这个是 Pro 的嘞，拿回来。OK， 这样，
两台换一台，两台换一台。你这两个 normal 的十二，换我这个 pro 的，可以吗？这样很不划算的。五秒钟给你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可以。哇，真的要换啊？耶！所以呢，各位，这一个呢，其实呢，你也用不到这样多吗？所以你想到要送水有没有？我想到。这样我也想到这些要送水啊。这是你自己的不是？这是我自己的。然后你自己你用哪个颜色？哥啊，我真金色哎，我是真金色。所以我们两个用自己的，剩下的就送出去，可能送给我们的朋友家人，可能送给我们的观众，可能送给我们 Luffy 的顾客，可能送给我们 Most 的顾客。所以呢，这些我们现在全部呢先放起来。所以这一期影片别以为到这里罢了哦，还有的哦，看下去。其中一台电话呢，我们就要送给一个同事呢，把它当做最佳的表现奖、员工奖。啊？嘘，他是那个不是你，不是你，你很久没有上片了，你拦住哦。刚我就讲哦，有一个人抓住相机了，相机是电话的朋友哦，上镜。所以现在我们去 office。麻烦抓机一下嘞。今天呢，我们有一件事情要宣布。现在是差不多年尾啊，去年我们公司的最佳员工奖是 Lance 拿到，去年他就多拿了一粒 G Show。今年行情也贵过人家他的 G Show， 加上他的表现也不是很好。对，因为有人比他更好。对，有一个人他为了家付出很多努力，然后他做工表现也很认真，也进步。其实我们综合评价这个最佳员工奖，今天无预警真的颁奖了。所以是我们走到水是水的。对 ，Lance， 你拿着相机你就知道你没有分了上的。哈哈哈！哎呀，啊，来来来，仔细仔细，你们闭眼睛，快点闭眼睛。发自内心的尴尬是最无价的表演。这个人电话乱动，放手，放手。走开！我要讲，你知道吗？他的工钱是一般剪片师的两倍多以上。我不知道哦，他这么搞到哦，全公司薪水最高的人将了职。对，我们现在要正式颁发最新的 iPhone 十二。来，加油！看我们几贴心，最贵重了。哦，红色，看开不开得到机，等一下真的是得摸机。哇，可以，耶！我们公司其实呢正在找剪辑师跟平面设计师，所以如果你要来我们公司上班呢，要遇到这一群不正常的同事呢，你就把你的履历发到 email 这里，然后没有经验暂时我们不考虑啦。对，有兴趣来这里投稿，我们下个影片见喽，拜。